手心出汗肺脾虚，指肚泛红血脂高，五指关节青筋暴，末梢循环定不好，消化吸收看五指，指尖有缝肠胃虚，指甲数棱肝病变，指根凸起大便差，大鱼际有深纹，性律不齐易心慌，手腕延伸小鱼际，青筋明显会腰痛，指甲颜色常泛白，记得补血补肾脏。右手虎口手掌面定位肝脏快又准，视力不好有粗纹，有了细纹筋腱差，手心颜色红青灰，胃部定是有疾患，拇指指根纹理乱，胃部疾病早防范。左手虎口手掌面脾脏就是好判断，早晚按揉健身体，口气清新免疫强。女性乳腺看右手，手腕横纹摸两旁，不平滑有疙瘩，乳腺增生早预防。食指指甲脑血管凸棱明显是硬化，女性痛经和血块，中指指根青筋暴，生殖疾病最难查，男左女右记心上。面诊口诀：凡看病望为先，精气神最重要，脏腑胃要牢记，多重饮应分清，病多端起气血，面色青主寒痛，面色泽气血冲，面色赤定有火，赤如妆乃虚火，面色黑肝肾健，面黄白主虚寒，白无华是血虚，面黄则为湿热，面黄暗病肝肾，额头亮精神爽，额头暗有灾殃，眼有神无大病，眼无神精气虚，眼色红内有火，眼白黄病肝胆，虹膜缺主脑病，胃环大有中毒，黑纵线是炎症，黑凹陷伤气滞，皮炎痒红周灰，血管硬白圆环，虹膜疹学问大，同心圆是关键，多阶段排成环，环环扣向全身，眼为鱼贵明亮，鼻光泽无大病，鼻色青主寒伤，鼻色白主伤血，鼻涂呕胃气绝，鼻不正病不轻，鼻有滞病现微，人中明无大病，内堂下宜饱满，清黑肝主肾虚，夜不寐多伤神，沟平坦性无力，人中丁主胃火，人中歪命不长，唇淡红无大病，唇色白主伤血，唇青紫寒痛瘀，面光亮为水肌，面黄黑脂肪肝，耳面焦防癌症，面清瘦宜小心，如无病必长肉，食不外眉目清，无重病必长寿，部位明五色青，知色克可万全。